喜欢谁？谁大哥？他每次都乱说话。他刚莹莹走，就说我们讨厌莹莹。对没？他每次都乱挑。莹莹现在回来，完蛋。等一下我再拍。说悄悄话。我也要。你就知道，我跟你讲，刚刚你说悄悄话吗？莹莹，你最讨厌的人是谁？最讨厌。在不说出人名的情况下，你说什么意思啊？最讨厌谁？我说我这一辈子吗？没有，现在。我现在，然后要不说出人名，我最讨厌现在最讨厌谁哦？嗯，我想想，还真觉得莫名。对啊，那为什么现在讲不像这个？但我不知道想要你想知道你一辈子最讨厌谁？他刚刚有想要讲一个朋友，我最讨我这一辈子最讨厌我的。我这一辈子最讨厌他，他狂瞪我，我讨厌他。所以你到底多久毕业？姐姐，你最讨厌谁？等一下你在讲摄影大哥，我都关掉、哦。最讨厌谁？前男友。耶，前男友。我不会讨厌前男友，讨厌前前男友。前前男友。其实我都不会讨厌前男友。前任的男友，前男友，我就是我都不会讨厌。哦，这么多个都不会讨厌吗？每一个应该都不讨厌。还好啊，过了就没什么了、啊。没有仇人了、哦，不想讲。没有仇人。波兰最讨厌谁？我高中。如果你有此生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你知道我的英文为什么这么差？是你害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想被问这个问题很久了。你准备酝酿很久，我酝酿很久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他曾经说过，就是我们对英文有困难都可以去跟他讲，然后我就拉下我的脸，然后这多没面子，我就跟他讲，求他不要挡我。他竟然说：“你有学习障碍吗？”“你没有啊，只是你不想读而已。”不想跟他讲话，那我就不想。然后58分挡了，58分，怎么不让我交分？58分是故意的。对，然后我高中哎、欸，高中要去重补修哎、欸，我觉得很扯吗？不觉得很扯吗？好了，来吃这个面包消消气。好啦，因为这部片也谢谢没有厂商赞助我们，希望将来有厂商能够。对，我希望有厂商可以赞助我们，让我们吃我们多活几天，不用再拍这样子的废片，没错，不用吃面包，不用讲废话，对，可以有商品可以表演，没错，希望你们多多分享，让厂商看到我们，一人一分享，就支持我们，拜拜。